一开车摆车车顶个黄花一个人的风扎。今儿的老汉都教你们做一个青草白菜汤，到菜市场里选买了两把青菜汤，两块钱还带一把香菜，回来后给它折折、洗洗，给它切成这种两厘米的小段，再弄点葱姜蒜切切，哎，放在一起准备开炒。我一说这上一次炼的猪油，再磨去一个刚下的母鸡蛋，给它煎一下，煎成两面黄。哎，这时候我们给它弄在一边，把葱姜蒜下里边，然后把鸡蛋拿起来，把葱姜蒜炒香，把洗净切好的白菜放在锅里炒，炒香了以后加点盐，加点胡椒粉，哎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装菜喽。嗯，炒菜头的香气扑面而来，再把鸡蛋饼放上，一道可口又营养的炒蔬菜就大功告成了，看看香吧。